每周应从甲乙两种食物各吃多少公斤时能维持最低标准，费用都最少。我们假设甲每周吃 S 公斤，乙每周吃 Y 公斤，那我们知道甲的部分是 4S 2S 跟 S， 乙的部分是 Y 2Y， 那都要小都要大于等于最低摄取量12.98，那钱最少的话 F of SY 会等于 100S 加上 30Y， 那我们分别由这三个式子可以画出我们的图形，并找到我们的端点。我们的端点的话有四个，第一个端点是0.12，第二个端点2/3/6，第三个端点3/10，3/7，第四个端点8.0。把它带进去，这个得到360，第二个得到330，第三个的话是得到第三个点得到1/3210，第四个点得到800，所以费用最少 F 2/3/6等于330。